更多又危险了。四个人的包夹，切完形态之后，顶一个清掉回包，这边花生起来，哇，这边海伦大招被逼了出来，连不顺直接踩踩了凝霜躲掉，漂亮，但是演员的承受伤害还可以接受。这时候莫拉来了，变成一个五打四的局面，石康三是刷完的，后面快点外向直接开转，这边能够转掉，非常没有问题。虽然说前方土壤已经被放倒了，这边的话，邦哥还在做最后的挣扎，不，他在笑。后续的话留到了阿宝，但是后面的困境来了，能不能把邦哥收掉？没有问题 ，Triple Kill， 能不能再一个夸爪，甚至又来一个 Mega Kill？ 夸爪，但是疯了，对，昆奇这一把真的有救了。